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为了生活，有真侪人对砖卡走去都市，不过也有人为了过理想的生活，是对都市搬来砖卡过日子。高溪的满园就一对翁仔某，对北部的都市搬来甲高溪经营农园，而且是用比有机更加严格自然农法来管理作物。这对翁仔某在台北有袂歹的薪水甲头路，不过因为生活压力甲气候，互因决定要转来高溪。两个人表示收入可能无较早遐多，不过转来嘛袂比台北较少。来到红伟通农行，第一印象就是杂草比作物也较旺盛。不过红伟通算是充满自信，真努力地介绍伊的农行。木瓜、香蕉、芭蕉，我后壁再过过来种。芭蕉、香蕉，哦，那芭蕉、香蕉哦，做菜讲，哦，我好讲。然后下面那边区我要种芭乐，问到芭乐，这是自然农法哦。这对翁仔某拄开始是做有机，后来因阁挑战比有机更加严格自然农法，意思就是拢无施肥。拄开始一两年，因为伊无修行，阁无成就，两人也闹甲无爽快。后来因为一句话，互因放下心中原始的想法，自然农法变成了因的生活，因的骄傲。对，你心中所，这是你心中想唱的那首歌吗？那么你自己反思。对，后来反思对，这是我要做的啊，无你来遮创啥？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在低潮，哦，做到第三年，第二年，第三年，做到的，每天去田里面就跟我们王爷说，我不要做啊，因为第一个不知道怎么做，第二个做不出来，啊，我的眼睛中风了，都眼睛中风了。其实让人真意外的是，这对翁仔某拢是都市人，而且有袂歹头路。因为之前太太有来过福利行做过义工，因才开始接触农业。想袂到怎啊，两人甲后生拢已经成为了专业的农民。对，我可以转做自然化。我看前两三年，通通都死得很惨啊！你要种什么种不出来，啊，对不对？那到时候慢慢你，随着土地里面的有机质。整个状态的改变，几乎你心打开以后，你什么都种出来，慢慢一个展现，你可以慢慢去感觉哦，哎，进级进没出来，那时间点到，他都跑出来。真侪人为着生活是为砖卡走去都市，不过翁伟通翁仔某两人却是为都市来到砖卡。翁伟通表示，台北乌阴的天气较压力，或者是过了紧张阁无爽快，即马来到高溪金龙园是真正确的选择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